中枪废手冇得赔，韦容以泪哭诉。在菲律宾人自产剧受枪伤的易小玲和陈国柱报团嗰阵，都买了159蚊美亚旅游保险，但而家借收到几千蚊个人财物保障赔偿，身体受伤就完全冇得赔啊！半个下巴碎裂，嘴部变形韦容的易小玲，讲嘢食嘢都有困难，佢左手大拇指冇咗啦。右手中指和食指虽然搏得翻，但失去工作能力，要靠慈善团体捐款。医生话我后期有20万会退咗啊嘛，我谂住保险公司可能会赔翻啲俾我噶。我而家佢最后一个梦都打碎咗。一个30只牙齐全嘅人，得翻8只牙，冇咀嚼功能，呢个伤害竟然话系。你旅游保险是不是伤害不需要赔，双手中枪的他右手手筋全部断晒，现在我的手是完全没有这个活动能力，没有冷热感觉，连伸直的手指都是问题的。那跟着他们的同事就说，哦，不是的，你齐肩断了断了只手才是叫做有钱赔的，这样说，我说不是的，我失去了功能。他闹爆在康泰买保险嗰阵，职员冇讲清楚保障嘅范围，本身买咗意外保险，保险公司已经赔咗啦。而美亚上个礼拜先安排佢判伤，康泰就话职员跟足程序，美亚保险就话根据医疗报告，两个人伤势严重，但唔喺保单保障范围里面，已经透过书面形式解释。